故事呢个环节当中，会带嚟记者嘅专访，系专访到香港青年创客卢俊景。佢话到玩就要玩到最尽兴，做嘢就要做到最认真。而在我健康人当中，会同大家聚焦下互联网时代健康科普嘅四个不原则。而家睇出啦，好多咁样嘅公园都开放俾大家嚟使用。以前咧就入公园咧都要系收门票噶嘛。而家因为公园嘅开放咧，就系降低门槛，个个都可以入去啦吓。公园咧成咗唔少人嘅健身嘅场所。咁因此咧，有一啲嘅商业培训机构同个人咧，都系瞄准咗一块嘅免费嘅场地喺公园入边开展篮球。